能看到扣个一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哎，今天我是吧？今天应该有节奏，应该是吧？开始了。哎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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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北京人总是最晚来，已经开始了，嗯，第六集刚开始。哎 ，Hello， 哇，我弄错了，我还以为是八点，跟昨天一样。哎呀，欢迎两位飞行嘉宾来到我们这个非常火的节目直播间。原来你的节目是这个飞行嘉宾是吗？对对，你们俩是飞行嘉宾。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就是说已经办了一年了，然后非常荣幸欢迎到我们现在大波热剧《念关山》的两位主演。所以说你要这样的节目够了，我自己鼓掌。你明天要是我跟你说不播，我就上你家搞你去。哎，别不会，绝对不可能。嗯，比如说咱要想揽这个活儿，你知道吗？主要是是的，对，他想因为看多了是吧？对，这上面的屏幕就是在播的画面。我明白，就是现在观众朋友们能看到我们直播，对不对？啊，对，你很好。好，那我们就是扣一了，对，先介绍一下自己呗，跟大家打个招呼，别自己我们聊嗨了。你诗诗先来呗，好吗？你别拘谨啥的。嗯，好，哎，还有大家好，我是刘诗诗。我饰演的是人如蚁人心。小儿感冒药，儿童。嗯，来，掌声，高级。大家好，我是刘宇宁的，在《一念关山》中饰演宁远舟。嗯，来，掌声。好，宁头。感觉今天咱们这个 ，Hello， 不要打扰我。大家好，我是李欢，我在《一念关山》中饰演孙朗。哦，欢迎，是我们人道的。嗯。来，我们的来说起来吧，来别客气了，我接下来对前招，嗯，好，前招好，我是王一哲，在《一念关山》里饰演的是前招，哦，欢迎，嗯，大家好，我是陈维，在《一念关山》里面饰演的是原路，哈，原路，棒，嗯，小鬼儿。好，我们虽然昨天已经走过这个流程了哈，那今天我再把这个流程走一遍。你自己不接啊？大家好，我是方逸伦，在《一念关山》中饰演于十三，主创空降，明星开麦，热剧热综和你一起聊，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边看剧边聊天。真棒，真棒！今天又是你口播是吧？今天又是你口播。没有，感觉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它那个档次拉高了很多呀，就是连音效啊那些都有了，就昨天可能经费不足，今天就可能就有了，就是现在是剧情里的音效好吗？不是啊，就是那些什么鲜花、啊、刚才有什么鼓掌 啊，对啊，那些你看播到这个，那个是念头如意的雷火弹啊，原来是这样啊。嗯，是的，所以现在正在播的是第几集啊？第八集吧，好像已经是第八集了，已经到天星侠了。对，天星侠好像是第八集，那就第七集了。这不是我们第一天拍的那个吗？啊，对，是吗？可能是第七集，我不记得了，应该第七集吧。这个就是咱们敦煌拍的嘛，那场戏，对吧？对，没错，合体的第一次吧，是没错。现在又多了半个时辰，辛苦了。是的，非常帅气。哇哦！你说你吗？嗯。大家说如意呢？嗯。谢谢。哎，你那有音效？我们不去数着。啊，对，我搞点音效吧。嗯。要不太干了，我们聊聊。嗯。哎，主持人提问了，说请各位老师分别用一个词形容一下其他小伙伴的角色吧，不能有重复哟。哦。好。那我们试试先开始呗。对，我们可以吗？如意先，还是说你最后？就是你说。不够两张，只能融四匹马。其他小伙伴一个词。对，你选一个，你选一个随便说。这以少胜多，也不是不可能。嗯。我可以带一队人引开他们。袁小璐可爱。我带了些机关。嗯。哎，形容的非常的准确。好。60人对500人。
至少死神。我挑一个呗，还是说每人挑一个？每个人挑一个人说，是吧？挑一个啊，嗯、那就剩于十三美，就是说色狼，嗯。这不是我的台词吗？这个不是我的台词。哎，我刚道歉了，你说什么？没听见，卡了。色狼，渣男，色狼，色狼，这是好东西。哎，嗯，都行。美妆博主。哎呀，我又掉线了！你刚刚没看到我卡了吗？不是，把帽子摘下来啊！你把帽子摘下来就有信号。你这个帽子跟昨天还接戏的。不是，因为我最近做了一些就是对，然后就是现在造型就是不太能做，对，就是比较明白明白明白。好吧，那你来找一个人形容一下吗？我来形容一下我们两位领衔主演吧。没有啊。没看今天我你没觉得宁哥今天特别低调吗？哇，不行，必须得把他 Q 到你们身上，因为昨天我们四个已经相互拉扯，极限拉扯过了。哦、今天我们四个要一致对外，就是。我们四个一致对外，对付我就无意是吗？这是这意思吗？那你来说吧，你说于十三。我说的话就是宁远洲的话就是脸小腿长，然后呢？是身体的形容是吧？对，如意姐呢是，我也不怕说，就是我的理想型，但是呢，除了宁远洲以外，没有人配得上她，就是说，嗯，啊，会不会来事儿？别举，说的好，太会了，好了啊，好了，明天的 MC 就是你了。嗯，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那个谁呢？一哲，我也跟于十三一样吧。评论一下，我觉得点评一下，任如意的形容词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儿，就是飒。是这个飒，就是我整个就是在拍的过程中跟看剧本的感受，直观感受就是很飒。我当然了，当然非常的潇洒。然后宁远洲在钱钊心里，在王一哲心里就是帅帅，对，是一个字帅。哎，咱们是关系好，但也不用就是趁此这个直播来替我平反。哎，我用了我这只用了一个字，我只用了一个字已经非常的精简跟凝练了，好吗？我没有就是非常浮夸的很多的词藻来形容。好的，就一个字就行了。一哲，你的确是我兄弟，但是呢，就是我想说什么呢？你刚才那一番话无济于事，无济于事。但是我认你这个朋友就完事儿了。没事，请就行，请就行。好，下一位。我就两个字，非常的简单。第一个，这边的我们的这个如意姐就是火啊。我敢说，性格来干嘛？风风火火的性格。火，然后我们的那、这个，拧头就是稳，树，它是我的大树，我要跟着拧头嘛，这种植物，哎，我是树先生，哎，我还是这种植物，树先生，靠谱靠谱，靠谱，在哪？诗诗姐就是两个字儿，女神，比预期要晚了半炷香，那另一个，我的天呀，是男神。宁头是首先还是重来重情义，那不然呢？高大威猛。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这是宁远洲里边特别重要的，他很其实很心软。是的，其实很心软，是的，对吧？外冷，但其实特别心软的一个人。他外表也不冷，外表对对兄弟。对兄弟肯定是那啥，这样咱们今天来，咱们只叫这个剧里的角色好不好？这样会让大家更加的那个知道我们是谁嘛，好不好？好的，这样会更有代入感。好，行，我们 MC 是怎么做？接下来 C 还有新的问题是吗？哎，说为网友们谋个福利，请说王子公主们，请看一念关山。哦。那就这样，很火啊，这个梗。那就咱们按这个屏幕的顺序吧，从我们诗诗开始，然后我，然后那个谁，那个啊，对不起，我又说诗诗了，那个从如意开始，
从如意开始，然后我，然后那个孙朗，然后于十三，然后我们那个袁璐，然后啊那个钱钊，钱钊啊，没问题。嗯，来，他这是故意诱我向左。来吧，如意，打个样啊。嗯，打个样。嗯，没打样。给我打个样啊，拜托。哦，给我脑后我打个样。恭喜恭喜。各位王子，各位公主，请看《念关山》。啊，这样，来来来，就这个，就这个。嗯。各位王子，各位公主，请看《一念关山》。各位王子，各位公主，请看《一念关山》。哇哦！各位王子，各位公主，请看《一念关山》。好的。各位公主，请看剧。各位王子，请看剧。看什么剧？《一念关山》。哦。王子们、公主们，请看《一念关山》哦。比心啊！真棒，真棒！哎，我们昨天那个要不要重新来一遍那个比心？什么这个来六个人，哎呀，六个人有意思。对，要不要来一个？怎么样？这个比心怎么来？硬头很难啊。对，啊，是那就那个位置很难啊。那就他任如意跟聂远征是这样的，对 对，这样子啊，对，可以可以可以。哎，你给我接上，如意。OK， 胳膊跟我。哎，对对对对，这边好好接啊，蛮哇，这今天比昨天还完整多了，完美，简直完美，三零二一，咔。好，结束。王子公主请截屏，请截屏。今天太省事，不用我 MC 啊。对吧，我都能混就行，今天不不还是需要你的音箱。我就是我是个音箱师，音响师。中控，你这个中控非常的厉害，有点像那个321上链接，完了我们几个在下面可以给的那个，对没错，然后还有库存那个音。对，我们是而且还有的。而且我这边还有音乐吗？叫什么都有啊！我这就是别的不专业，直播这块不用专业啊。这歌好像已经上线了，我已经收藏了，你没有听吗？在那个，我都快学会了，听，我都已经快学会了。这个我还没听过现场的呢，是吧？所以没事，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想要问所有的演员，你也可以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互动，不是这个这场直播不是我们公聊，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问角色上的或者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啊，就在公屏上打好不好，然后咱们就那个，哎，对，就今天主要是就是因为昨天刚开播的聊天，对，也感谢所有来看这部剧的朋友们，当然也有我们这些所有非常优秀的演员的家的这些粉丝们，还有很多这个路人观众们来关注到我们《一念关山》，然后昨天也我们也非常棒的，当然我们这个剧特别棒的，然后那个好像热度还蛮高的，好像是啊。当然要感谢所有的观众们，感谢所有的观众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对你是不是诗诗？你是不是得谢谢观众朋友们说两句？对对对对，特别感谢，对，因为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戏，对，然后我们的戏后面会越来越好看，对，大家可以多看一看，嗯嗯，没错，有那个什么，有人在公屏上问问题说任小船出生了吗？继续回答，嗯，往后看吧，对不对？对，咱们留个悬念，我告诉你了，你直接上网买剧本得了呗，又不是没有卖的啊，尽量不要买，还是说跟我们一块就是一起跟这些演员啊，跟所有的这个剧情啊一起走到结束，然后看着我们这些人在这个故事里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经历吧，也能够体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传奇啊。行 ，MC 到你呢。来，下一个问题。请问问几位在剧里的角色事业脑和恋爱脑的占比分别是多少？我那有个问题说，那我小点声。事业比和事业比和恋爱脑是吧？恋爱脑和事业脑占比分别是多少？哦，那行，那从我们这次从我们那个钱钊开始吧，好不好？咱们倒着，最后留给我们试试。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前招没有什么可比的，就是前招好像没有恋爱跟感情这个部分，所以对，所以他应该就是100%的是在干事业吧。嗯，哦，是，对，是的，就是就一心干事业，是不是？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任如意跟宁远洲，还有于十三，就这种的，就是可以按照现在的剧情走向的这个阶段来去形容这个百分比。是的，是的，我觉得就现在吧。嗯，对对对，好，你就是光棍儿。对对，好的好的好的，嗯，那么那个任路呢？任路的，我觉得任路的这个恋爱比好像。你懂什么是恋爱吗？我懂啊，当然懂啊，我懂。百分之二，不对，嗯，2%是恋爱部分的，然后98%是事业部分的。嗯，哦，也对，因为你在这个剧里呢，饰演的这个袁璐是年纪比较小的，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情窦初开什么，后来可能才感受到，对不对？对，他开了2%，就是他有100朵花瓣的话，他就开了2瓣。好，那么请我们袁小璐陈述一下你那2%。现在还没出现，现在还没出现吧？啊，还没出现啊。对，嗯，我们于三我们。于十三的话，他就那个花就叭叭叭叭叭就 No， 因为十三能说一个小时，不说不了那么久，就是我的事业比应该是100%，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阿修罗道，对，我的阿修罗道是管的那个酒色财气跟人打交道，你知道吗？所以说，跟女孩子打交道是我事业的一部分，所以我一直是务正业的。明白吗？他的事业就是恋爱，所以没错啊，就是对对对，没错，100%。啊，厉害！那个苏朗呢？苏朗事业比一定占100%啊，但恋爱脑基本上跟老钱的情况比较相似，也基本上是零。但我所有的柔软的一面，基本上都给了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还有这帮兄弟情上面。那我宁远洲呢，就是以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是事业心占了90%吧，就可能是因为今天可能7-8集之后就会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只爱你你的眼，有这个感觉现在应该是90%，没想过这事儿就现在可能有一点小热，之后身子会更烫。对，就是是的，就都对，这是什么火狼之词？对，前那一期没肾气不足嘛，说你的身体很热啊，肾气不足啊，肾气不足啊，嗯，又算一次侥幸成功了啊，还背着挺溜啊，可以让钱刚帮你配药，12，我今天真的看那个视频了，你们看了吗？看了，火锅底料，那是谁做的？我当时他们发给我之后，我都懵了啊。做的真好啊！是我调的那个药是吗？是，对，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个药。我都觉得说我很不好意思给任如意喝下去这碗火锅底料，看着不太好喝的样子。没有，当时我看那个那一段的时候，你给那个任如意调药嘛，各种东西弄，跟调那个小料似的。调完之后呢，有弹幕就说这些东西喝下去不会拉肚子吗？朋友们是这样的，从医学角度说，排毒也是一种就是去毒啊，以毒攻毒，好，肯定拉肚子。所以我不是当时就是宁远洲不怕拉肚子，给他来点小饼先垫吧垫吧嘛。其实是有道理，有道理，学习了，都是设计，都是设计。我们试试，我们如意。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也就是95%的事业心吧。然后5%其实是对宁远洲有一定的好感度，生孩子算事业吗？就是事业，事业对于对于如意来说，这就是一个目的啊，目的，对，这是一个事件，必须要完成的事件，兴趣爱好，那么这是遗愿，专业对的遗愿，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在他的小本本上，这个就是要完成的人生规划。这个世界上好男人还是有很多的。哎，现在正在播《天星侠》的片段。好帅哦！好帅！马上就要开大了。哇哦！
哇，我这谁啊？尊呢？名场面，哇、哦，双刀。哦这一段真的是我们拍了很久哎、啊，非常热血。我记得你们两个还有联手，对，然后就是有强强联手，很帅。嗯，这场打戏你想想，我们拍了800多个镜头吧？当时说的是拍了八个月吗？你拍了？可能、你想想，我们可能差不多，因为。因为这场戏在天津侠这一场戏确实是在敦煌拍的嘛，我们刚开机的时候，刚开机的时候，然后在那儿拍的，真的很热那边，太热了，对，简直是不是说热的问题，它已经就是一个，就感觉我们跟那个咸菜似的，天天在那晒，跟晒咸鱼似的在那儿啊，是，头上像顶了个火锅似的，对，而且风特别大嘛，风特别大，对。是的，但是效果我觉得还是真的蛮好的。对，实景拍起来就是不一样。实景真的是不一样。嗯，是的，还是那不然呢，对吧？还是很用心的。我们就是在那，你想想我们15天就拍了那么几场戏，主要是这个大打。对，这个大打确实不错。哎呀，那各位，这个在这个敦煌拍戏的时候有什么就是让你们比较难忘的事儿吗？就是我有。你说，请说。看到这个，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开机完了之后的第一个镜头就是拍我，然后你们大家都离我而去了。不是，主要是你这个给你一个气场全开的释放，我就感觉很伤心，我就感觉把我一个人丢在了沙漠的中央。对，因为你没有加入我们的战斗，是。就在那个从山上下来，对，那是我们第一次引入嘛，对。因为这个打戏，我觉得各位朋友们，等一会儿我们下播了，你们可以好好把这个第7集、第8集这2集好好看，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打，对，很用心的拍的啊，各位都大家可以看一看，对，而且效果很好。还有什么呢？那个谁，袁璐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在敦煌好玩的这一撇，或者是打戏之类的，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吗？我说实话，这个打戏对我来讲还行，就是因为我从小练武功嘛，所以对于打戏就是手拿把掐。你是真的那个？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对，因为我对于这个印象比较深的是敦煌的那个西瓜，我觉得特别的便宜，然后当时3-4块钱就买到一个，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它奠定了我在敦煌的这些就是食物的基础。嗯，你是旅游大使吗？敦煌？不是，因为敦煌是这样的，敦煌那个啥，敦煌的那个日照时间长嘛，所以它的水果特别便宜，而且特别甜，特别好吃。对，对，是，所以我们白天这个打戏也打得特别的那个舒服，特别舒服。从小练武，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补妆。啥意思？为什么不需要补妆呢？因为你刚化完妆就已经一脸沙子了。啊、哦，对，是没错，天然的，天然的散粉，发缝里面都是沙子，是不是？因为你毕竟天生丽质嘛，我还是经常补的，我还是得补一补的，因为我这油光锃亮的，每天都是啊，朗哥来了 ，slow mo， 哇，不奶呢？我其实打戏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这边打戏等于是也是咱们进组开拍以后正式的开始打，然后我跟我的盾其实是从天星侠开始磨合，因为从顺手程度啊什么的都是特别不合手一开始，然后导致前期我这儿磨对你的手都破了，然后回去以后伸直了才发现成一个的已经是一个坑了，明白肉已经磨掉了，后来也是就调整才把那个兵器用舒服，对。后面我在酒店也有教他一些，就是打的那些技巧部分。后来他就再没有受过伤了。先主打一胡说八道，主打一胡说八道。对，全靠原物。可以的。但有朋友说怎么没有礼物了，是吗？有，别，朋友们别刷礼物，好不好？你刷礼物这个也犯不上。
所以呢，就啥呢？就是你如果有多余的钱，咱们就开通爱奇艺会员，好不好？你要是就开了，你要是兜里就趁就是趁钱，就是花不出去，就狂狂就想刷礼物，就是控制不住，你就这样子开通我们爱奇艺的会员，然后呢，可以赠送给你的朋友、家人和老同学们，好不好？逢年过节是可以自己开个十年的爱奇艺会员。啊，咱们就是别把这个钱就刷了。我们说句实话，因为你刷完之后，我们这些我们这些演员也拿不到。你要刷我们兜里了，可能就我们欣然接受了，但是跟我们没关系。嗯，好不好？咱就开通这个爱奇艺会员，朋友们啊，多多支持。嗯，那我们那谁呢？那个到我了是吧？有什么有趣的事是吧？啊，对，就是还是还行，自问自答。那你问我一遍。哎呀，我很好奇，就是宁头，你在北方拍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有趣的事情呢？嗯，没有，没有，我相信一定是置身其中。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刚才在那个就是刚开机嘛，其实就是拍敦煌的戏。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就遇到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是。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后面的关系会非常的，因为我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嘛，包括跟那个如意也是，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得在演员在拍摄之前要相互熟悉一些，然后产生信任，然后包括我们第一顿，我还记得我们第一顿吃饭是吃的火锅嘛，对吧？然后根据角色也没错，我们好像聊了很久很久吧，可能通过那一天的聊天，我就觉得哎，这些人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合作的话会非常顺利，非常通畅，然后也能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真诚，所以我就会觉得那这个戏一定会拍得非常顺啊，就这样，比较难，就是比较难忘的一个感受吧。哎，谢谢季组长啊。那我们如意呢？你有什么就是在敦煌拍戏或者是拍打戏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吗？其实打戏对你来说还就。因为你之前就是拍过好多那种特别手拉把掐戏，是不是？也太多年没有拍了吧？对对对，刚开始拍还是有点心虚的，对对对对。嗯，还是有心虚的。对，我是。师姐大可不必谦虚，大可不必谦虚。师姐是我见过女生里打武器打得最好的，而且下手特别狠。给我，对，我突然打疼了是不是？就是前几天播的那一集里面有一个，就是我把那个师姐从宁头身上拉起来的那一下，她转过来给我一个手刀，我一挡，啪一下，然后导演说看，我说哇，好痛啊。后来去医院了嘛，当时讹了那个如意400块钱。嗯，没有，就第二天轻了而已。嗯，是。真的太厉害了，很猛，真的很猛。对，那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跟大家分享的？有吗？或者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都挺好玩的呀，对啊，然后我们就是这边的规模可不小，对吧？出去溜达溜达。我记得有一个事情，对，当你在好像第一天拍戏的时候，就是。那些反正手拿把掐嘛，骑马的时候，对吧？大家还记得吗？嗯，那个啊，要敦煌的时候是吗？嗯，对。嗯，对，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个戏大家就是包括袁璐说的，大家就是都是真的或多或少都有受伤，受伤对，但是因为什么呢？对对对，所以就那面就是。其实那个环境还蛮艰苦的，我们在拍的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啥，没有那个网，但是有你记得吗？嗯，没有网，没信号，就是对，就是你没有信号，完全没有信号，因为得用卫星电话。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非常投入的原因是我们都没有手机，玩不了手机，对对，太投入了啊，就是完全玩不了手机什么的，或者你看看什么东西，跟外界已经隔离了。所以当然，就从刚才我们也看了一点片段嘛，当然。对，看了点片段，我觉得从呈现效果上来说，我觉得我们都值得的，值得是吧？对，没错，圈子值得，你们都值得。多谢没有信号替我们尽快找到了角色，对，是的，是的，是的，嗯，找到了。大家就会没有信号，就会没事就在棚里面待着聊天什么的，就会很快的去熟悉，熟悉嘛，对，很快的熟悉。对的，所以不敢问，不敢问。来，还有啥问题啊？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让我们看一看啊，有两个新的问题。首先问如意，武戏和武戏哪个拍起来更爽？第一个武术是倒的武，对；第二个是武术的武。嗯，
你昨晚跟我说的，我觉得吧，如果你能完成它的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因为你觉得你做到了。是个什么滋味？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练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们其实前期都有，对，我们前期是都有训练嘛。对，不管是你看我们打戏也有训练嘛，然后骑马其实我们也有稍微的对适应，然后比如舞蹈的部分我也有去上课。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呈现出来也是因为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用心。嗯，对，我因为你开场就是第一集开场你就是哐哐就 solo 一段嘛，就呱跳一段，那段还挺观众还挺喜欢的，然后超级好看。对，我就特别好奇那段舞你大概学了多久啊？那段舞其实开场是三段舞。对，三段舞。就是对第一段的那个其实是在拍之前的前一天导演突然想要加进去的。然后你就录了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跟舞蹈老师去商量，说这个临时加进来，那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老师就很快的排出来以后，然后他有再去现场有教过我，然后呢，然后有稍微在中间就是可能隔场的时候请了两个小时的假，然后去练功房再去顺一遍这个动作。嗯，对，然后就跳得这么好，在转天的时候拍的。你让别的女演员，谢谢。哦，可以啊。我一天两个小时搞定啊！我厉害，手拿把掐，没，只是那前面几个八拍而已，然后其他的其实是因为之前都有学的，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就是其实你是有舞蹈功底出身的嘛，对，但是因为可能还是不是一个科系嘛，对，还是需要学习的，好的，但是呈现出来是非常，已经非常厉害了，谢谢。来 ，MC， 还有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给宁头的，和宁头在六道堂 F 五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分别用四个词来形容宁远州和四个兄弟的关系。四，其实俩问题是吧？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头嘛，因为宁头嘛，我得有一个，首先我在处理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得有一个头的样，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因为这些我手底下这些人比较靠谱的其实是前招，然后呢袁璐是一个小朋友，他当然他对我是绝对忠诚的，然后呢于十三是什么呢？于十三就是我非常非常好的兄弟，但是他其实表面看上不靠谱，但其实内心是非常重情义的一个人，他是不同的。孙导呢，可能就是因为我那个是一直跟随我们这群人一直走，所以也是特别信任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事都会交给他去做。那比如说大家因为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会欢脱一些，会那个更加的就是调侃呐、嬉笑啊，像这样的。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头呢，我有的时候不能跟你们一块去打打闹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毕竟出行是要护送公主，我们还是有正事的。你们可以闹，但是我要稍微往回找一找，就是要控制住你们嘛，别咱们真把这事搞砸了，我们都挂在路上了。所以还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吧。那形容宁远州的话，可能就是坚定，然后呢重情义，还有什么呢？护犊子。护犊子，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人如猛虎，细嗅蔷薇。就按你说的啊，就按你说的，本来是练过武术的人，这个招式，张口就来啊。对，有手。是的，是的。很多人往戴安王那边下注。来吧，还有啥问题？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好，他没更新，非常尴尬。好，让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什么问题。对，但这样朋友们，那因为来到这个直播间的呢，我相信都是在场所有这些演员的家的朋友，然后包括什么呢？包括有一些看剧的路人，你们可以问一点就是跟剧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好奇的点都可以啊。问问大伙，任如意和宁远州谁更厉害？是吧？这个问题？更心软，更聪明，更心软，更聪明，谁的武功啊？更高，武功更高。
你们四个先说吧。嗯，什么问题？更心软，更聪明。一个应该是宁远舟相对心软一点吧，对，宁头更心软。因为任如意的他的身份嘛，还有他就是从小的这个经历，可能会他会比较更坚强一点，然后不会那么容易的心软。包括他对杨颖的那个教导，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更偏严厉的这种的方式，但当然内心肯定是非常柔软的，但可能他的表现形式是像有个外壳这样的感觉。嗯，然后宁远舟我觉得是因为跟我们兄弟有就是很多年的友情了，所以可能比较了解他本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作为朋友的话就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对待兄弟们啊都非常的体贴，然后非常有领导力，大家信服的这么一个人。但武功的话我觉得好像反正我是不如你俩，我估计是，我不知道你俩谁更高。我觉得得看他们两个怎么打了，如果说两个人面对面，我拿着刀你拿着刀的话，可能任如意的那个战斗力不如宁远舟的持久，但是如果宁远舟正在喝着茶，突然间有一把刀刺出来把他扎伤，那种刺杀型可能会任如意更加敏捷一点吧。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具体。对，就是我们设定上，是的，就是如果我拿正面刚，然后可能是我毕竟这个是吧场主，但是他是比较擅长这个刺杀的嘛，所以我就是刺客，对，不同情况下嘛，对对对。你要是正面刚的话，容易被他压着，因为昨晚你没声了，你，因为昨晚我们好像看到的是，因为距离好像你俩有挺多的打斗的镜头。你们那个打的时候，你并手无缚鸡之力，你就还都还不了。他想要那，那不是中了软金伞，啊，那动不了。同心蝶，同心蝶，人你疯了？对，我要生孩子了，你在干什么？人你疯了？OK，OK， 还有啥？还有什么点？没了，更没有更新，对，没有更新，没关系，更对，没有更新，对，更聪明不重要，都很聪明嘛。然后刚刚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破万福利是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个剧会有一个热度值嘛。然后现在据我了解，已经8000多了吧。然后因为我们可能会暂时定一个小目标，就是希望它快9000了，对吧？对对对，我们会给它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我们希望它能够破万，其实已经很不容易，其实不是说很不容易，是就是觉得已经它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目标了。那所以如果这个剧在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下，在你们所有好朋友的这个粉丝支持下，他如果破万了，你是不是各位得表示一下干点啥？你打个样，你打个样。我别打样了，我别打样了，因为我那个，因为你怕出来就是炸掉，就封顶了，就封顶了。因为你是我上来说我们就完了，送十台电冰箱，你说你们再怎么接？我送十个冰箱贴，十台电，你是一定有十个人他要淘汰电冰箱，我收20个电冰箱，我十个冰箱贴。说真的，我们来干点啥？你们就是或者是我电冰箱换那个不锈钢脸盆，对，或者朋友们你们二手家电，或者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你们有什么想要提的？说比如说我可以全心全意为你们宣传，给你们这个给你们撑腰。然后呢，那在破万之后呢，我要得到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那种就是不违反道德的东西都可以啊。就从弹幕里面挑呗。咱们从弹幕里取几个，就是你们觉得觉得可以去实施或者是有一定难度的，刘宇宁腹肌底下写的，腹肌好像是比较跳科目三。师姐跳女团舞，师师姐跳女团，有朋友说师师姐跳女团舞啊？对，跳科目三吧。这样，如意，你能不能就是为了这个，咱们这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去学一个？这样，我教你们跳开场的群舞，教你们几个一起行不行？他不是我们的惩罚吗？那对于观众是一种惩罚，人家跳的是我也不想不想看，五个大老爷们儿在那里，你跳是好看，我们跳是折磨。
这样，你在前面跳，我们后面伴舞倒没问题。你那个时候开场的时候，旁边不也有伴舞吗？我们可以给你伴舞。对，但是有人说全员女团舞，你们可以吗？我没问题啊，没关系，可以啊。如意，反正我们陪着你。你看我们这个都一个个撒大个的了，都接受这个女团舞了。你有什么不行？到时候你挑一个，然后你发把任务发给我们五个人，我们一块儿学。咱们到时候六个人，只要破万了，我们就兑现我们的诺言，好不好？女团舞，我 OK 可以吗？我没问题，可以吗？如意，看他表情好微妙。你怎么沉默啊？他闭麦了，你的沉默震耳欲聋。蹲下，掉线，掉线，对，掉线了，卡了，卡了。这样，我们先聊下一个话题。我们最后，我们先思考，你再思考二十分钟，因为咱们直播还有二十分钟。如果思考二十分钟之后，你说那个不行，咱们换一个，那咱们就换一个，或者你能想到一个更好的 ，OK， 没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继续往下呗。还有啥？嗯。看看啊，有说是蹦极，谢谢。哎，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我想问的啊，嗯，是我想问的。当然我看到这个弹幕或者一些网友的讨论，然后也是我比较想知道的一个事儿啊。虽然我知道啊，但是呢，我要替观众问一下，就是这个任如意。为什么就认定宁远洲要当他孩子的父亲？为点什么？是因为这个？这是你问我们啊？不是，我是问那个如意。是你说能看得上凭什么一个吗？凭什么是他？不是这其他这四个歪瓜裂枣，不是这四个那个帅哥啊？嗯。啊，是这样，其实今天跳我这个歪瓜裂枣，嗯，你说。其实从最开始就是最开始见到宁远洲这个人，然后呢看他处理的事情，然后看他的人品为人，然后再加上袁小璐介绍他的出身背景，那如意会觉得说这个人非常符合他想要的这个条件，人的条件，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认定了这个目标，因为他比较认定一个目标就这样了，嗯嗯，对，就没有为什么，是吧？书中说的灵州没有为什么，主要还是我介绍的，就是其他都不重要，但是就是通过一些小小的东西了解了这个人之后就认定了，啊，就是做过对调了，对啊，啊对，就认定了，对啊，就整个他已经就了解了这个人嘛。哦，然后各方面的条件都能达标，嗯，不，当然还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因为古时候呢，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人，他也没有说就是当时去逛个街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帅哥或怎么这种加个微信没有，所以古代呢就是见到人很少，基本上比如说他一路同行，我们就当时属于一个就是办公室恋情了吧，因为我们一块工作一块去行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看到一个小伙，行，凑合一下吧，啊。估计有这个意思的，就是我有一种猜想、嗯，我觉得他可能也真的很认真的思考了我们四个，但是呢，思考了之后觉得确实不可能，绝对没认真思考，想多了，没有认真思考，想一点，剧本里面真的看出来了，他有很认真的思考过我有心脏病，你不能这么说，就是你，于是你的意思是他如果认真思考了，应该选择你，对不对？啊，我快不行了。可以给我是这个意思吧？已经九千了，袁小璐男尾破九千了，九千了，哇哦！感谢，干杯，干杯！谢谢各位！哎，为什么你们不接人家秀腹肌这个事情呢？因为短期达不成啊，这因为我知道，这是有一些我家一些就是稍微有一些要破万，今天估计没、就是还在老家没过来，对。他们就是因为我家朋友可能是希望我说过万嘛，过万秀我腹肌，秀腹肌的话，我们这五个老爷们呢，嗯，这不是个个都有的事儿嘛，对吧？
不是，因为腹肌这个东西不是能够短时间达成的，因为能够秀腹肌的话，起码得咱们就是你得就是关注我们一年。你们如果愿意，咱们就一年之后相见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腹肌它不是短时间能够达成的，比如说我现在马上去烫个头，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它是画出来的。是的啊，所以这里别的，我觉得是目前我觉得女团舞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因为我确实没有见过如意是她就是在剧里或者现实当中跳女团舞这件事，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也是真的是给家人们一波福利。啊，然后呢，比如说有就是像袁璐嘛，袁璐她以前是你是唱跳组女团的，我是女团的。女团，然后咱们那个谁，于十三也是，其实他出道之前他是个歌手朋友，你们是我的歌手。我跟袁璐是一个女团的，你是八九七五七，你们是青春有你的。我们一个女团，我们是少女的梦想，哦不对，少女的梦想那个团队。对对对对，好的，所以我就觉得咱们就暂时先定嘛，现在已经破九千了，谢谢，当然谢谢各位观众，谢谢大家。谢谢，一念关山有感谢有你们啊，有你们，感恩。哎，我觉得还剩点时间，要不去问问那个，问问这些小朋友，问问看，就是像我们六道堂呢，比如说分大郎、二郎、三郎和小郎，还有这个色狼，大郎。头狼，大郎该吃药了。大郎是不是肾透支了吧？肾气不足了是吧？那个什么，那你作为色狼的话，你有什么想说的？谁是色狼？色狼，色狼，对对，色狼，颜色色，色狼就肾气很，他没什么可反驳的，要多吃，实至名归，对。多吃补药，多喝点补药就好了。我不是经常给你配吗？啊，对。是，那我特别想，我特别好奇，那个如意，当时那个谁，当时于十三去找你的时候，你就是拿了一朵花进去找你，你当时什么心态？就那个一推门，然后进去了，你当时看到他第一眼，一定是经历了很激烈的心理斗争，就是说，我删还是不删？有病吧！哈哈哈哈哈！有病吧？插个鸡毛掸子就来，还有个孔雀似的。对，孔雀人不是那个于十三一出场，人都说孔雀开屏了吗？对呀、啊，对，就在那展示自己的雄性魅力来了，就是这种，还蛮搞。其实这个于十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角色，还挺好的，很幽默的角色。哎，佑维，你怎么出去了？我是那个户外主播嘛。啊，户外主播，你先去网吧给我端一台游戏机器去。主要是要采访那个，主要采访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九千的最九千的福利过来了。哎，那我把我这退了啊，我把我这退掉。别退，不用退，不用。不是，他会消叫，会消叫，会消。没有。我今天戴耳机还好。那你把那个声音跟麦克关掉就好了。行，没事，正好如意走了，我再问把这个问题问一下吧。你想问什么问题？我来采访一下，因为我这边有很多的路人，你知道吧？我问一下这个，请问一下，你有什么福利在准备给大家吗？什么情况？你们竟然在一块儿啊？不是你这个福利，你坐你坐，我先走。那就朋友们，朋友们是这样的，什么是朋友？我知道他们几个都在北京，然后呢，我认为他们是照顾我跟那个于十三，包括田昭的情绪，所以不想让我们感觉他们在一块，我们是很孤独的在这儿。在这个各个地方，那我现在也过去了，我也过，我过不去，走不出去，过不去有点远，走不出去，哎，怎么变？没有，因为他号关了嘛，他们仨人用一个嘛，仨人用一个，那啥，画面也会大一点，大家都大，对。对，那我再把这几个问题问了。像我们那个于十三说钱昭是死人脸、偷摸、拐骗都会。那钱昭，你觉得怎么看这个问题？
天天这个于十三天天嘲讽你。因为他这个脸摆出来，就是因为就看到于十三就会摆出这种脸。嗯，就是彻底的就打心底就是瞧不上他。嗯，就这种百分之百恋爱脑的人，就是没有事业心的人，在前朝森里面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因为这是我的事业，因为这是我的事业。而且又就老去骚扰这个任如意，然后杨颖他也这么不太放过，感觉对，嗯，然后之后会有很多的就是女生来，感觉都他也都是跃跃欲试的样子，嗯，是的哈，干事儿。那、OK， 那原路那啥，那个剧里说那个这个，如果让你选择宁头和如意姐，你就能选一个，你选谁？哇！就是如果这两个人在你心里的重要性，其实就跟那个啥，对对，就是两个人在你心里的重要性，如果非要你，类似爸爸和妈妈，就是通常都会这样的，哎，你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呀？就会问这个小朋友一些这样的问题吗？当然，咱们是好朋友的兄弟的这种的，没有，这是台本里的问题，不是我要问的啊。远路你不要看别人，自己回答。你找也找我们这个宣传，别找我。我吗？对，问的是谁？问的是你啊。问远路。问远路。选爸爸。那个宁头，你别介意，今天虽然我在这儿，但我的心你知道的也在这儿。我很爱你的，但是呢，我们冷静了，我一会儿从俄罗斯飞过来。你就我真的是布莱斯特，对啊，我在俄罗斯那边健身，那我赶过来没问题。横店，我刚刚飞过去接你，你说，没有，是这样的，咱们啊，让我给自己找不找吧啊。没有，这样的，咱们都是男人，咱们都是男人，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胡茬的问题，我一点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因为。爷们，这才是我教出来的这个弟弟，会做人，会做人啊！这对咱，你说当时如果你说那我选宁远州，当时你说如意尴不尴尬？你让他还能坐得住吗？对不对？尴尬。是。我现在到你房间来。啊，那你重说一遍，袁璐，你说。我重说一遍，那个你把你的房间告诉我，我今晚就过去。那也叫不必。我要行动表明，一定是选择。没关系，袁璐的心在楼上，我们陈昭的心也在楼上。我们楼上，对，哎，我是这个楼上，我都是我的楼上，我们五个都是我的楼上。来，不是少了，不行，尴尬。那我问你，我们小分队包括这个如意姐，要这游戏店掉水里了，怎么办？只能救一个。就是你们哥四个掉水里，加上这个如意掉水里，我救谁是吧？对，你们公主没有掉，那我肯定得救如意呀、啊。你们四个会游泳，咱们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六道堂入门的门槛就是第一会游泳，第二会放风，不是。我是漏网之鱼，我会不了一点，会不了一点，会不了你还死。完了，在河边，再给我们烧把火，那个，再把眉毛倒，然后倒酒。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们五个人同时掉水里，我觉得以如意的能力，他能把你们哥四个都救上来。这倒是，答案是有道理。有道理，都不用你救了，不然的，我们如意就是出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跟人直播过，这一次跟我们直播多，你们赶紧的捧捧人家。你说后面咱们再有什么点活动，你说咱们就是还得忽悠他来嘛？咱们还得谁？我也不敢说。堂主深谋远虑，对，咱们宁堂是不是啊？这是的，对。这样对吗？就是对。没听到什么吗？到时候是不是如果有什么活动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保护两位公主，对吧？是的，是的，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要到那是这样事儿，咱们后面不还有什么扫楼行动吗？
这样咱们就定好了，咱们哥五个呢，我们的破烂福利是吗？传来的密信啊？什么？我们破烂福利是要跟大家见面，对不对？那也倒不是了，是女团舞。你休想走过去！这女团舞好像只有你答应了，对不对？我没有答应，我是说，我如果我答应，就等于我代表你们答应了。没有代表你自己。你跑不了，我跟你说，你做的女主，你跑不了。你休想，不等你啊！我文孙郎现在给他嫁过去，必须学。这事你们帮我做上，必须学。女团舞跑不了。我给观众们朋友们那个答应啊，原路说的，我你自己原路，你刚才那一番，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感觉跟喝酒了似的。我跟你讲，今天这边我跟你讲必须喝啊，我跟你讲，我不用喝。先听我说，上劲儿，上劲儿，你说，你听我说，肯定嫁过去。好，你说，你们放心，这个一定把他嫁去学女团舞。如果没有这个福利，那么你们也就知道了，我已经被。被推水里去了，而且就是他们仨没救我。也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啊。所以呢，不是那这样，我们五个老爷们其实也不太在乎这个东西，但是那个就是问那个谁嘛，问如意过万的话，我们可以跳舞。想要看什么，好不好？我们看，老板是这样的。在场的朋友们有很多就喜欢我们这个诗诗的，如果你同意我们刚才的建议，说破万了那个什么让他跳女团舞，你们就在公屏打字一个一，就是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打二，好不好？咱这事就这么算了。你别看这是恶评，咱不道德绑架，咱就是看众望所归。一个初级的统一。你从这个一的数量就，有二那个是谁？有二的那个没事，董秘踢出去给他，不是，不重要。有二是谁？二是想要干嘛？二是想要跳两遍。跳两遍，跳两个是吧 ？OK， 跳两首，就是两首，两个女团舞，一个什么 flower， 一个。要不这样，听话了啊。要不咱们一万一，好不好？哎，就答应，答应，一万一，还有一万一的东西，好不好？我尽力。一万一还有一万一的东西，现在是一万嘛？你别想。那一万上哈，一万一我上。哎，我觉得今天一万，明天一万。老板是这样的，虽然我想说什么呢？我对我们爱奇艺这一部《一念关山》非常有信心。就是一万一，就是完全就是也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这个就是，爱奇艺一年也没有几个一万一的。一年这个要出现了。听说上一个一万一那个剧叫《狂飙》哈。我就是我没有那个，就是咱们就像一万吧，好不好？一万一是我们的一个远大的理想。你说。一万一，他可能一万零一呢，对吧？他肯定一万零一呢。我跟你讲，有一个问题是没人想看我跳女团舞啊！你搞错了他这个事儿逻辑，所有人是想看你，看我跳啥女团舞？一个大老爷们，你能有距离？我怎么看的？我们公平来看一下，按三的，就是想要看念头单独女，咱们选这样式，我们这样，我觉得咱们就公平一下，一就是如果你想朋友们破一万想看。我们容易跳女团舞的话，你扣一；如果想看我的，你扣二，好不好？咱们就讲究一个尊重观众。哎，好多三，好多三。三是什么意思？三就俩人一块跳。三就俩人一起跳。完了、哎。三是俩人一块跳。那好像三比较多。被打了。三比较多，咱们就是实事求是，一和三都比较多。这个确实客观的说。一万，确实一和三比较多，好不好？那你就给咱们就这样式，一二都有啊，三也有啊，一你跳，二我跳，三就咱俩都跳，一起跳，三我们五个人，我们六个人一块跳，一起跳，都跳。哎，把我们的公主杨莹还有那个李红光也拉过来。对，可以啊，带他们一块儿，对吧？
杜大人也可以，杜大人可以。那明明史要不要叫的？明明史叫了呗，把安迪无力也，安迪无力，对，你把琉璃也叫回来。出轨那些啥的都整哈，嗯，行吧，答应了是吧？我今天听你一个准话，你要答应就答应，不答应我们就算了。如意，问你呢，一万，好不好？还是个真貂蝉。你当直播，你就是你那么简单。刚才保护你那俩小伙直接撤走了。不是，哎，你在什么要撤走？怎么还是高呢？你们单独对线的机会，对峙对峙。哎，前招，云先说两句，云先说两句，你不我兄弟们，哎，回来，哎，你怎么都，哎，让你撤，让你撤，给你们留单人的空间，单人的空间，哦，空间，啊，就是你让他们这帮网友只黑我，对不对？你看你这帮人太聪明了，你做一个个鸡贼，就我六道堂的都是一帮鸡贼的人。就是好像最后出了一个话题是林以宁、张胜逼刘诗诗跳女团舞，这个人太不是人了。我不敢这么说，这个锅咱们五个人背行不行？好，可以。这个锅要背咱们五个人背，别让我一个人扛，我就是有点扛不太住。好的，你就是太帮你了，那时候我们都杀到北京来了，你看我俄罗斯跑回来了。是的，你这是在这绑架他的吗？走不了，好不好？嗯，这是今天我们直播也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个这个、一个心愿了。那个就是看你，你这样，你回来，啥？回来，那这样。我需要玄灵和珍珠鸟，已经准备了。哎，人呢？回来，不闹了。回来，我可没有你们六道堂有钱，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几千。那你想一个，就是你能够给大家破万的一个福利，除了女团舞，如果大家觉得比女团舞更好的话，我们就同意你说的那个。你说一个。什么啊？一万你跳就好了，一万一我们玩，比杀人还麻烦，可以吗？不是吗？一万一你跳啊？打个样。啊，待会儿他们回来了。这样，我们就不一万一，就是我，你可以，我们不跳舞了，咱们换一个别的，只要你认可的。我嫌好快。一定要带上。慌了，让我看。一定要带上你。你哥慌了。对不起，是我梦上了。我不应该 Q 你才舞这，因为我看是下面观众朋友们要求的，但是我不是我说的啊，你别因为这个就是感觉好像没有，这做有朋友说，那几个刚才有朋友有你家粉丝说的，说如果破万了，刘诗诗单独给他家粉丝播一场，直播一场，还有别的吗？刘诗诗发自拍。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可以，那就这样，要不就破万之后，因为我知道你就是很少自拍嘛。然后呢，如果那个什么，你要是破万了，你就发一张九宫格的日常自拍，回馈你的粉丝。不行吗？必须九宫格。你一张，你这不行，必须九宫格，好不好？我也算替你粉丝争取一点家人们的福利。二三四五，手不一样。我觉得几个条件，咱们就是这儿，得播到晚上九点了啊！就是两个选择，一个跳女团舞，一个过一万之后你发九宫格的自拍。而且我们还有黄金自重，就算用小车一趟。有朋友说十八宫格，你这我一个人啊？你人家谁要看我呢？一群大老爷们，你这怎么说呢？不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是我有一个逻辑，你发九宫格，我们五个人发十八宫格，啥？我们就自恋，我们就要拍十八张发出去，就怕别人看不到我们，是不是啊？玉石三，没问题，你发三十六宫格，可以吧？可以吗？你觉得？没问题。你现在那里恢复了几成？
一半吧。可以了。嗓子都疼。我本来寻思今天我想的可好了，我想的是今天上了直播之后，我心里少说话吧，就是因为少说话。不是，还得是你啊，还得是你。还是说这么多，我心里到什么？所以还是最后嘛，差不多了吧？你们一会儿有事吗？差不多了。嗯。我们要追剧，他还要回俄罗斯。对。差不多了，所以就是我们就跟大家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们来陪伴我们的这个全场。还有一个，你说。还有那个美人好像要抽签名照是吧？对，要在那个就是评论里面选两个人。谁的签名照？每人选两个，然后发每人选两张，每人选两张是吧？嗯，行，那就这样事儿，那我就对，我就那叫诗诗喊个321截图，然后呢，我们先抽谁的？先抽我们这个孙朗的，好不好？先抽我们孙朗的，我是，然后就是每人自己321，自己喊，对，自己喊截图，然后呢，叫工作人员截个图之后呢，然后因为现场肯定有工作人员嘛，然后工作人员会私底下去联系你，或者是你主动去联系，这个怎么联系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流程。因为我们昨天是直接看到那个他们的对昵称，把他们的昵称念出来就好了。那这样，截图的话一排会有好几个。好，你们有多余的手机吗？在这个直播间里呢？你们截吧，我就不截了，我有手，我多余的话。那你念名字也可以，念两个，随便念两个名字就好。别随便念了，我们都自己喊自己的吧，好不好？孙淼进来，三，那就我们前面等一下，他这是不行。好，来，你们要说口令，你们是不是没抽过奖？你得一念关山。抽过，真的没有，真的还口令啊？哦、我们中控今天不专业，这中控。对不起，是我弄忘了。要有一个暗号。对不起，是我弄忘了，这个词儿是那个于十三的词儿。这样，我们就别有爱好，是这样，一念关山，收视长虹。珍珠鸟对毒烟比人。一念关山大爆吧，好不好？大爆，嗯啊，一念关山大爆，就这六个字，我们就在公屏刷起来，一念关山大爆。然后就开始喊那个，就喊321截图，好不好？如果你打的字里边不是一念关山大爆，那这个对不起，这张签名照就是属于下一个人了啊。咱们就从那个截屏上面最少两名啊，来，队长开始吧。好，来准备，大家先把屏幕刷起来，一念关山大爆，准备三二一，截屏。工作人员在你旁边吗？你可以把那名字念出来吗？应该有后台的人在解吧？后台人在解。哦，行，王宝放心，你们绝对放心，这个抽奖绝对真实有效，因为我们确实也不差这两张照片。咱们绝对公平公开，真是有效啊、嗯，真是有效。来，那个谁，接下来谁，你们谁喊一个？谁喊这个就送谁的签名照啊？我先来吧。你先来、啊。来，三、二、一。OK， 恭喜这两位朋友获得了由我们那个于十三提供的两张签名照啊、嗯。对，没错。好的。来，那个谁，陈昭。好。准备三二一，截图。好，那恭喜这位朋友获得我们不能叫一者，陈昭的两张这个签名照，非常棒。来，袁璐。好，袁璐来了。好，三二一，截图。那恭喜这位朋友，后台就会去联系你们的，好不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我的了啊。来，三二一。一念关山大爆、哦哎、后台都有的、嗯、这个绝对真是有效、嗯、那最后我们如意抽取两位朋友，三二一，差不多了吧。嗯嗯，来，我的有没有哎，你说怎么样？没有、OK 了。我们要奉上，你怎么会奉上？还有抽奖内容吗？应该没有了。抽奖内容没有了。OK， 那行，差不多了吧。
对各位也感谢各位今天都能够来到我们爱奇艺一念关山直播间，谢谢在场的每一个观众，然后也感谢大家对这个戏的支持和收看。那就是那我们就是每人再说一句吧，好不好？就是推荐大家去看戏，然后咱们就结束，好不好？嗯，那就这回从那个前面来、嗯，他们上面是不是卡住了？没卡，没卡。啊，我这边好像看他们是卡住。好，那因为昨天我们是首播，然后也进行了直播间，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们一念关山这么好的热度。接下来我们一念关山的内容一定会越来越精彩的，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一念关山，然后持续的看，然后让我们的热度也能越来越高。然后再次感谢大家，嗯，谢谢。嗯、OK， 来，欢迎。楼上好像真的卡住了，嗯，我看没卡，我看没卡，没事啊，你看没卡就没事。好，非常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支持一念关山，然后希望大家后面的剧情真的会变得越来越精彩，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关山万也不行啊，好像怎么行了？关山万里路，拔剑起关山。差点垮了。那我也来，那我到我了啊！啊，那就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每一个看我们剧的朋友们。然后也，这部剧是真的是我们非常用心去拍的一部戏，就是这个用心程度可能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喜欢它，然后也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而且后面的剧情会一直越来越好看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段传奇故事啊！谢谢各位的收看。来，四郎。先谢谢大家这么关注我们一念关山，然后如果真的喜欢的话，真的拜托大家推荐给身边的好朋友。我们的剧情真的从后面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会越来越精彩的。嗯，对。对呀，不会。好，你的路。希望我们的山子们可以给我们的所有的台前幕后的观众，所有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能有一些更多的爱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刘一宁，支持我们的刘诗诗，支持我们的，欢迎我们的这个长大对所有人，对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更多一点爱，谢谢。海底是我弟弟啊，嗯，都跟你学的，如意，嗯，来，如意。就是我们这部戏是真的所有人都在很努力，然后大家都非常希望自己的角色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对，然后就是包括其实导演然后武术导演都非常的用心在做这部戏，然后今天像播的就是天行侠的戏，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所有人都在努的这一口气，对，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好看，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多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们，谢谢。嗯。行，那差不多我们就结束了，好吧？好。那在这里呢，感谢今天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收看我们的一个算是陪看一个陪看团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下播了之后，你们好好再把七集八集好好的看看，好不好？也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我们就下次活动，因为我们这个后面还会有一些宣传活动什么的，我们就下次活动相聚，下次活动再见，晚安各位，再见，拜拜，拜拜，拜拜。